绝对不可能。来，欢迎回来《三国志》的幻想大陆。那今天呢，一样我们又是愉快打架的一天啊。我们去打架，因为最主要目前来说好像没什么新的一些更新改版内容啊，大概都是一些长草旗啊、资源取得啊、养成的部分。那到7月25号、啊，我们星球国际就要结束了。那目前来说也没什么结束之后的一些新消息，那所以就是一样啊，我们该怎么养成，该怎么拿资源就尽量拿。那最主要是在上次的时候啦啊，我们是用我们的那个张水队啊，配上我们的那个玉哥啊，我们的二期荀彧啊，非常好用，我个人真的是超爱他的王佐之才啊，可以帮忙解那个 debuff 那个一些控制啦来说的话，效益非常惊人。那个这个五星的这个怒气值也是不错，但唯独有个缺憾啊，就是他没有办法开一火，没有办法开一火，他就没有办法拿我们的那个幻舞。那没有办法拿我们幻舞怎么办呢？而且目前那个副科的那个卷轴，就是副科招募啊，目前又没有了，只有这个远征招跟这个几率池。所以呢啊，我痛下决心，你们看到这边是零，我浪费了20卷在这个该死的灵童身上，而且还抽到本体，然后就是为了拿这个碎片。拿完这个碎片之后呢啊，今天我们总算是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比较强力的一个阵容。我刚把100个卷那个碎片啊弄在我们的那个玉哥身上了。来，今天我们就把它升到一火，然后让它看一下强度有没有比上次的强。来，走，玉哥，二期荀彧，是吧？无双之力啊，无双之力。那觉醒的时候前2回合，然后那个自我减伤提升30%，这是超重要的，因为它就是在前排。每驱散一次控制的时候呢，啊，减伤会效果，然后会恢复生命。OK， 这是他那个目前来说最强的部分。那我再把他的幻舞啊，我们再给他换过来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打架了。那等一下看看我们的那个战力会差多少。一般来说啊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就是有没有一个阵容刚好是拿来换位，就是那边交换那个幻舞来用的。然后剩下就是我们队伍的部分。OK， 目前来说啊，涨了1000万，有没有13.8亿？好，那这边就是我们今天目前要去打架的阵容。那之后的话我会存资源，因为之前有在问说就是火烧队搭水镜到底强不强，那我本来想试试看的，但是因为刚好没有到抽水镜的时间啊，他只有二星啊，二星也拿不太出手，所以想说那就算了，不要勉强。好，来，因为他目前水镜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吕蒙啊还有徐盛搭3盾队嘛，也是还 OK 的。 OK， 那今天我们就去打打架，试试看我们的那个玉哥有没有比较强一点。他的减伤应该效益应该是还不错的，32名啊，看打完之后会如何。来，第一场哦，好久没看到了啊！蜀国三傻配那个成功，配大乔，这样水盾，大乔痛冰封，哎，解了有没有？哦，这个控制对我们来说多重要啊！哎，减伤，但是他减伤会少5%。哇，痛，真的很痛，大哥，哦，还在打，来，曹丕上敌 buff， 哦，两刀，关羽啊，非常抓痒，3-3，成功没气，冰封，封几只，1、2、3、4，4只，虚虎吞狼啊，等下他打自己人的时候会超，打的时候他自己会撩，会超痛，虚虎吞狼，我看他在谁身上，来了，1、2。虚虎吞狼，哇，这个游戏的那个，哎呦，熊猫大炮，虚虎吞狼在谁身上？靠腰，看不出来。哎，1刀，哦，两刀，看我姜维要死了。没关系，不要怕。那你见识一下，我们姜维当，我们张水队当灭队在玩，真的有痛啊！没关系，我们有吸血。来，奶一口，回春，然后冰封，这边还是3只被冰封的状态，1、2、3，啊，成功快死了，大象奶一口，哎，刘备啊，冰封，不能放招啊，射日弓，如冰簪，来，再飞扑，1、2、3、4，4只冰封，虚虎吞狼，虚虎吞狼的这个是，哎，快要是在那个，在诸葛，在那个果果身上。哎，有关羽死了，没货没中，曹丕一 buff 一堆了，破天一剑啊，虚武吞狼，我跟他战力是一样的哦，他也是13亿，13.6，冰封5只玄冰啊，射日弓，哎，真的太强大了，有看到我们的刘备啊，
张嘴就是玩控制啊，玩死人家。哇，全服第一的二弟啊，我二弟天下无敌，回的。好，来12.8亿啊，这个是我们最爱的火队啊，但是他加的是那个夏侯惇，夏侯惇他是保陆逊跟那个黄盖，然后陆逊先魅惑啊，红旗把他解掉了，靠腰。哎呀，可惜，完了，一开始先放两个火，再加火焰旋风，那我要死了，哼，我应该要被秒杀哦。哎，魅惑周瑜啊，我们可以挨到朱雀那一发。然后姜维2000万还不错哦，然后夏侯惇被冰封，3-1，蒙盖去五分狼，再魅惑两只没中，来，朱雀要来了，看，哦阿盖，一，来喽，1-2-3，给1.8还好吗？啊、看快要死三只，啊死两只，阿赫啊，我这两只的关键都死了。妈尴尬！哇哇，有点小尴尬。前面那个穷奇帮他解掉，真的是太亏了啊！输了，两个红莲夜火再加一个丁凤啊！哎，太悲惨了，没控好。好来，那个第三场冲锋枪啊！哎、欸，先魅惑。你不要有穷奇，我基本应该就 OK 了。先魅惑啊！哎、欸，解！哎、欸，没有哦！哎、欸，不行！哎、欸，魅惑两只，快先冰封，要不然等下那一脚就要过来了。啊靠腰，你没冰到他了！哇，你妈尴尬，刘备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哇，给你机会冰封他，你们要封谁？封谁去了？封到华佗那边去了。哎、欸，死了啊！哎、欸，有朱雀哦。哎、欸，魅惑啊，王佐之彩蛋可以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葫芦可以解。后排，哇，他有朱雀的复活哎、欸，魅惑，我操，还是没中。哇，刘备你真的很不中用、欸。哎、欸，他的战歌到现在还没踢哦。十攻，加上普通冰封，三只魅惑还行。我小痛，很痛，大哥，虚虎吞狼死了，魅惑，冰封啊，这种控的好你就可以玩，跟以前我们玩射雕的那个一样，以前有那种控路队啊，控制队啊，让人家不能正常那个工作就可以了。刚刚火队就是。没有控制好，然后就狙了啊 ，OK 的了，相当稳了。OK， 好来看一下我们第三场啊，来看一下这个三土队马超、雷霆、赵云跟小乔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超怕这种队伍。小乔只要一转，基本稳死一只。哇，那攻击一直高，如果攻击高，我雷霆、赵云来喽，过点。哎，还好，哇，还好撑住。哇，玉哥要是没有那个减伤30%，他就狙了。而且他转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弱点，就是还没有 debuff， 伤害也不太高。小乔现在超恐怖，哇！大乔还在打，哦，打，哦，打免前的，哇，死了！我操，我大哥一招都没放他就死了。哇，一开始就5-6了，太悲伤了吧？哦，真的还好，荀彧还好有那个减伤30%呢，要不然他应该就跟刘备一起去了。3-1，哎，没戏了，来去五分狼。哎呦，你的雷霆赵云是不是有点软？哎呦，死喽！看我们姜维力挽狂澜了。他目前小乔转，哎，虚武吞狼是在小乔身上哦。他一转，那个大乔也在撩血。哎呀，哇，那个虚武吞狼啊死了。哇，不错。好来，来看一下这一场啊，我们的五位切后队，而且非常的该死，还非常了啊。还好先魅惑他，但是他有装武，邓艾先一刀，然后等下太子死啊，再一刀啊，然后太子死，等下就要来一发魅惑两只，哇，貂蝉真的是我的救命符啊，冰封5只，哇，你们两个干得好啊，要不然太子死再一发，我们后排应该都全死光了。
哇，真的是，他这种队伍就是打一波的啊，一波没打死我们，就是换我们打回去。哎，死了啊，死了！哇，貂蝉，你真的是干得好啊！先把太子慈魅获到，然后刘备冰封冰五支啊，血钻，挡镖，风雷逍遥刺，好，哇，他砍起来好像关羽。哇，熊猫大炮一，再冰，死了，应该不会被反杀吧？虽然说张辽跟那个很奇怪，我、哦、死了，我、哦、干，你那个荀彧刚射两下，怎么他就死了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张辽，你这个懦夫，出来！你不是要越过 越过你的剑围？看，你一出来，我的扇子三十。要出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我操！哇，风雷逍遥刺这么嚣张！你确定你要中？干又不见了！干打了又不见了！他中鸟士，出来！干嘛死不出来？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荀彧撑住，扇子，哎又不见了！靠！死了吧！操，这样都不死！来了，死了！我操！五只被他打到剩三只，这傻小。哇，这个哦，哇，这个张辽太恐怖了。啊，就这样吧，算了。OK， 那今天打完的实战力来说，我感觉今天都输在火队，靠腰。下次用火队好了，下次我们用火队用荀彧去跟人家 PK 好了。OK 啦，就这样吧。那目前没什么太大的更新内容啊，到时候看看有出什么新的东西再玩。目前就先存卷，然后留给那个水镜先生啊，还有呢我们的玉哥。把它弄满之后应该会变比较强。好，那先支持一下，我先老凯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